雀呗，花边的啊，长筒的。深肤色有吗？您说的是什么样子的深肤色？颜色稍微深一点的是吗？比肉色的颜色稍微深一点是吗？你告诉我是想要一线裆的还是梯裆的？像这个空姐灰也是不错的，这款是灰色的，我可以试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款。效果是带脚后跟的，带脚型的。这款袜子也是真的非常的好看的，然后质感也是特别的好，是极光系列的啊。我试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换一下吧，我把长筒袜换下来，长筒袜换下来。稍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在穿。咱们家极光的袜子真的是卖得很爆的啊，极光的和隐形袜真的是爆款啊，销量也是可以的，隐形袜。极光的袜子是不容易勾丝的啊，还有那个隐形袜是绝对不会容易勾丝的啊。我都想要换一下衣服了，身上的衣服害怕违规啊，太低了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什么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，极光的啊，极光的可以看一下，真的。我去换一下衣服，我这衣服太那个啥了。稍等片刻啊，稍等片刻。马上就好啊，主播再换一件衣服，马上就好。新进来的宝宝们，点点关注啊！男士的袜子也有的啊，也上新了，像那个短的棉袜，还有那个。棉裤的那种，马上天凉了嘛，那种袜子里面也可以去拍啊，可以去拍。穿上这种我就不用去那么去摘了，遮挡了。在呢，在呢。
我腿上穿的这款是极光的啊，极光的空姐灰，是极光的空姐灰。你们在外面讲话，我都能听得见。看一下啊，能看得出来效果吗？这款是油亮的啊，油亮的。极光的啊，极光的。我腿上穿的这一款是在三号啊，三号链接。这两个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款就是极光的，带点那种亮亮的，看到没？这种感觉，这种是空姐灰啊，空姐灰。男士的那个春秋的啊，那个打底裤在14号，还有13号，袜子的质感也是超级棒的啊，超级棒的，非常透气。13号啊，还有12号。